合着传统技艺的画图，佮有音乐两个重要元素，作为影像记录的概念。对2014年开始举办着嘉义国际艺术记录影展，以艺术记录作为主场来拓展着城市的国际视野。到即马举办持续进入第五冬，今年更加以社会关怀、艺术鉴赏和个人探索的角度来设立，以《找不到的我》来作为主题，精选着45支优秀的国内外艺术纪录片，其中包括着4出是世界首映，12部是亚洲首映和2部是台湾首映，开放予民众索票入场，欣赏着纪实影像的多元面貌。啊，今年的主题是这个。我少一撇，就是找不到的我。那英文叫做 "lost piece of me"， 这个是非常具有这个让大家思考那的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早在1年多前，我们黄明川导演就锁定这个题目，啊，用这个做主题啊，去找来非常多啊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纪录片，让大家一起来。找不到的我，那一个我，探讨人跟人之间的，人跟这个历史、跟地理、跟我们社会现象之间的非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我相信看了以后呢，能够让你感动。各位可以深深的理解，艺术纪录片其实也是带出。所有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我们误以为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事实上他就跟你一样。他所有的不满，我们可能在电视上谩骂，对着摄影机发表我们的愤怒，他就展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展现在他的作为里头啊。好比，今年我自己拍了5年，在纽约花了很长的时间拍的《肉身薄天》，就是在表达一个。台湾离开，台湾35年的一个台湾艺术家住纽约，他就是几度用30000个空铝罐砸他自己的头，来呼应全世界要醒过来，一定要能够循环使用我们每天的废料，让这个地球更好。所以他是以身作则，这样20-30年，一直用各种不一样的垃圾。来表达他的沉痛 的呼吁。2018年，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活动办理，伫个3月17号开始，一直到4月7日期间，每礼拜五到每礼拜日，在嘉义市立博物馆1楼的放映室准时播放。教育推广一场组织是伫个诚毅小镇慢读，阁有25×40艺文空间巡回放映。所有场次拢是免费入场。今日邀请到来自包括美国、荷兰、印度、英国，阁有捷克、香港、韩国和加拿大的国际影人出席，面对面交流，是艺术工作者和影迷千万唔通错过影展盛事。更加侪和活动详细内容有关系的资讯，民众会当到脸书顶头搜寻到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来查询。最新新闻，中国兵王小三加一起彩虹报道。啊，咱大家所知影，东京国际食品展啊，为1976年开始吼，啊，今年已经到43届。啊，咱加一起吼，除了是林业之都、艺术之都啊。其实咱大家知影，咱嘛有这个信心，嘉义是一个美食之都，所以咱嘉义市啊，咱的市长涂省哲拓展嘉义市国际视野，甲国际食品业者交流。嘉义市长涂省哲指派副市长张惠柏带领着嘉义市北京美食集邮商家。前往东京国际食品展，二度来到东京展出，美食商家更具信心，也获得真侪国际食品客户的联系。125个摊位，啊，所以参加这83个国家，拢总国际有83个国家，超过3400间厂商来参加，所以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国际展览。啊，当然，阮的任务是。把嘉义的美食吼推展到全世界，特别是日本。大家虽然大家都很日本货吼，
啊，日本其实对食品来讲，因自给率啊不到40%，会使讲60%啊，为别个国家去。啊，咱因为地理的关系，国家国中间的距离啊，电子商务的发展，其实台湾食品的外销会当得到日本吼。非常有名，老李长鸡肉饭，更是甲东京商家来合作，要在东京开店卖家己美食鸡肉饭。副市长张惠博甲杨代刚出席着美食的记者会，互相推销家己美食经验谈，讲到家己市的地理文化以及美食，迄条非常悬的回响。甲杨代刚来对话，啊，杨代刚吼虽然伊毋是食品，但是伊比食品搁较重要，伊是一个人才，棒球人才，所以伫日本遐吼啊，迄个声望很高，啊，很有名气。会使你讲迄个棒球明星，伊个出场哦，哦四五个人啊队安尼吼，经纪人啊看了真好，啊伊也对咱嘉义很推崇。除了食品之外啊，咱美丽的景点啊，他都能够啊细数，啊伊伫这个代言方面啊非常成功。下港27栋啊吼，咱有甲机场免税店、佮大饭店的中秋月饼的部分，甚至。咱的王来说，阮爸爸这边的王来说，我都一年一工啦，一工生产120,000袋啦吼。我绿豆糕最大量的时候，即摆无啊啦，最大量的时候吼，曾经有到60,000多个啦吼。然后遮个物件都是表示讲，遮个人愿意予咱代工，表示咱的品质一定有一定的水平、一定的水准，啊，标到卫生条件。我模啊是用西港的模啊，番薯是用水南的番薯。蚵仔是用咱中部的，家己中部食。我阿万丹的红豆，啊对。所以讲，去年阮无接到单，但是今年阮已经有商社的会长嘛来找阮讲过啊。然后通路，尤其是芒果青果干的时阵，日本人认为山仔是黄色的，伊从来毋捌食过是青的。食过了，伊会感觉讲，这个面这個、味道比黄的搁较好。所以说。我们嘉义市政府积极带领嘉义美食进军国际，让美食名扬之外，更带来国外商机，提升美食竞争力，扩大嘉义市美食，让世界各地拢吃得到。谢谢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感谢清洁队员全年勤劳收到垃圾，打造清洁环境。在新年开工日，民众硬送感谢小红包和随车清洁队，这种感谢心情，队员忘记不了，就送回去给局队。过年咱无眠无日在拼啊，伊也感觉讲一个喜气，给咱红包吼，啊迄时你拢安怎处理？伊摕红包来的时阵是讲。啊、你今天就拄啊开工，吼，我包一个红给你。我甲伊讲，阮袂使收红包呢。伊讲是安怎？爱你爱关是无？啊，迄时阵我无啦，唔是啦，我紧张起来。然后边有三四位民众讲，好啦，甲收起来，甲收起来啦。收起含司机哦，两个公家本啦。啊，咱足歹势，怎甲收起来？安尼啊，所以足人性啊，一种甲咱肯定，咱也感觉足欢喜的，啊，足感谢伊呢。啊，恁尾啊拢摕转去互叫的啦，哈。嘿，拢交转去。好。啊，这回恁有几个人收费？有环保局统计，总共有19包8,800块，也是感受到感恩之情。环保局将这民众的情感送予嘉义市龙骨损伤者协会基金做爱心。我们很感谢哈，清洁同仁的努力受到我们民众的肯定哈，所以在过年期间还特别给我们这样的红包哈。啊，这些金额大概今年收到是8,800元，虽然金额是不大了哈，但是民众的心意哈，我们也感受得到。啊，我们的同仁也非常的感激，但是因为这个廉政伦理的关系哈，所以这些钱是不能给我们的清洁队员，那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爱心哈，再把它转赠给我们脊髓损伤协会。嘉义市在过年期间，第30名以及初五，拢有加强垃圾的清运服务，总共载运垃圾有1,079栋，以及资源回收将近80栋。比较前一年度增加回收了28栋，回收率增加54%。
同时也感谢清洁同仁的辛苦。世新新闻蔡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江宜市的石猴创作到今嘛，已经有超过一家子的历史，渐渐拍响着桃城石猴的名号，成为江宜特有的在地文化和桃城特殊的人文景观。江宜市石雕协会成立至今进入第十届，在地深耕推动石猴艺术多年，对桃城石猴户外创作比赛、桃城石猴雕刻竞技比赛，到江宜市国际大型石猴雕刻营，会员所展现的作品拢有更加深刻的刻画，和石雕不只是静态的表现，更会当和观赏者来互动。对这入去伫咧江宜市文化局三楼一展览室，举办着江宜市石雕协会年度会馆展，精选六十件会员的创作，多元具有创意，也来展现着会员个人的创作成果。对这入去一直到十八号为止，欢迎市民朋友莅临参观了解。欣赏由一粒无声木的溪中石头，变作是一件令人喜爱的作品，体验着绿和水的结合，多和石的相遇，充满着朴实和卡素的趣味，也来感受着绘馆的创作世界。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山、江宜市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调查资料显示，幼儿园读大班、升上国小一年级的学童近视的比例有愈来愈增加的趋势。除了大家过去一般拢认为和遗传、佮有生活环境因素有关系，另外，在最近这几年来，有不少的父母亲习惯用三 C 产品来安搭着囡仔近视，其实嘛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是因为学龄前是视力检查的空窗期，为着要让囡仔提早培养着正确保护家己目睭的习惯，江宜市西区卫生所特别增进幼儿园，传了着囡仔来做会做眼球健康操，照顾家己的视力。长期不适当的用眼镜距离的看书及看电视，还有就是用一些3C的产品，是导致近视主要的原因。那除了说要避免这些状况发生的话，我们还要小朋友，就是说家长要辅助小朋友，就是说平常最好呢提醒小朋友让他每天至少有2到3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那如果说没有办法这么长的时候呢，最少也要1小时。然后再来就是说与书本还有一些电视距离要保持35到45公分，那每30分钟休息10分钟，那让眼睛不要太疲累。江宜市西区卫生所提醒家长，囡仔伫咧3岁到6岁之间是视力检查的空窗期，建议家长爱定期主动带着囡仔到眼科门诊检查，来了解着囡仔的视力，提早发现治疗的效果上好。平常时啊，嘛爱把握着护眼原则，得当有效来预防着幼儿近视的发生。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山，江宜市采访报道。江宜市政府106年推动民众上网计划，在15号举办的成果发表会。原本有真侪学员其实是对着电脑和网络一点啊拢无了解的研发作权，经过基础的应用课程学习，现在不只是会当和囡仔做会生翕相的软体，更会向家己下载健康管理的 App 记录食药的时间，生活变加更加趣味，而且有智慧。江宜市长涂新泰亲自出席见证学员的学习成果，经颁奖表扬着表现出色的优秀学员，强调106年推动民众上网计划的开办，主要是要让不同世代的市民拢会当充分来利用着资讯网络，为家己的生活带来更加侪的方便性。智慧科技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希望减少数位落差，也就是让我们社会上能够懂得电脑、使用网络上网来学习的人数能够越来越多。我们统计一下，12岁以上的人大概有83% 的人已经会用网络，但是还有17% 的人不会，这个占了将近4万个人。所以我们推动我们这样子的免费上网的这个教学的服务，一共有4500个人来参加，大概等于11%左右。
一百零六年推动民众就房计划总计开设222班，总人数大约4500人，其中以基础应用课程开设一班被上座。现在研发族群的学员是第一届接触到电脑使用，而且创意学习课程嘛，让学员会当理论结合到实务，勇敢来踏出到创业的第一步。市民参与踊跃，满意度达到97.86%，显示推动民众上网课程计划的成功。嘉义市政府强调，未来嘛就会持续来进行着相关的课程。最新新闻，丁玉明、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后期准备来到经济部水利署日前，在云林县政府文化处表演厅举办的防汛生根在地传承100年水患自主洪灾社区表扬大会，由水利署署长赖建新亲自主持。会长特别邀请到嘉义市长涂新泰分享伊如何利用两当半的时间来改善着嘉义市原本50处容易淹水的区域。第一个就诊断，一定是水流下去侧沟有问题嘛。我们就开始清侧沟，那一年清两次，尤其在黄汛起来之前就认真清，那清出不少啊泥沙等等，那清了以后呢，也的确稍微有效，不大有效，一点点有效而已了哈，那还是要清啊，那清了以后呢，至少蚊子就减少啊这样子哈，啊但是还是有淹水，所以我们就在下一步，那应该是大条一点的下水道，那下水道我们就曾经把下去看看，哎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呢，阿门头上面什么东西都有，木头啦一大堆，因为有一些明沟又流进去，那个下水道、啊、有的 1.2公尺，有的2到2.几公尺，很高，我们下去看以后，哎呦这么多，想要从那个人孔盖把它拿起来几乎都没有办法，所以还要去挖，把马路挖开，然后才能够用小商贸去把它弄出来，那有的可以弄成一小包一小包的，就像刚影片上看就可以把它掉出来，那有些它太大块的真的没办法，好我们就这样清啊，我们挖清，那清真的是哈、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效，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清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不大有效，因为这里通了，去到那里哎又不通了，去那里又不通了，不过我们清到第11条的时候，哎竟然开始有点有效，有效起来了哈，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清到20-30条了。那我们一方面就把容易淹水的地方就做一个地理，就把地图画出来，然后我们就说，哎，这个地方会淹水，那可能是底下哪一条管子哈塞住比较厉害。下一张，像这样子，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管子的分布啊、排定优先顺序，就开始下去清。头先提强调，伊是以医学的角度来诊治着淹水的病情，发现上个重要是雨水下水道特地的清淤，确认着积水淹水地点周边排水系统，搁再进行着雨水下水道的巡检，选定着清淤路段，要求特别厂商依照着长度含清淤量相同计价，伊嘛无定期无定检，亲自到下水道来巡视着清淤是毋是有缺失。而且单一路段的效果有限，必须要进行系统性清淤，而且需要长期持续才看得到效果。最新新闻，丁玉明、王小山、云林县彩虹报道。嘉义市的嘉油铁马道沿线经过公路里、西子里、美园里和红霞里，是真侪民众平常时啊骑脚踏车和散步的一门去处。但是过去沿线设置矮车族将近100个，虽然防止着2人以上的机动车辆进入，但是却对着自行车的车友、新众朋友或者是刹红颜车的民众无友善。嘉义市政府在日前决议要来拆除着沿线的车座，同时对4月中旬开始。根据此地违规进入的机动车辆，将借由警方和社区结合，强力巡查执法，应传单向民众宣导，同时伫个脸书顶头来设立着加油铁马道查报粉丝专页，鼓励民众来检举着违规进入的机动车辆。民众只要利用着手机啊，或者是相机，将违规车辆的车牌清楚来摄入来，同时。
将这违规属实的相片或者是影片记录当时发生的日期、时间佮有地点，佮将这检举的资讯登录到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检举责任的专区，或者是传送到加油铁马道查报粉丝的专业，买当利用的 email 将资讯提供给管理单位代为检举。违规的人将处以新台币900块至1800块的罚金。好，业民将大家共同来努力，营造加油铁马道绿化自由行的空间。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山、江怡琪、蔡宏报道。总经会三日，坐落伫咧嘉义市东区体育馆边仔的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伫咧去年年底顺利完工，目前采取着 OT 方式，转移和专业运动经营团队提姆有限公司来营运管理，将要对3月24号开始，一直到3月30号为止，每天透早8点到阴暗8点进行试营运。嘉义市长涂新泰伫咧16号特别前往视察，邀请民众在试营运期间免费来体验全新的室内运动空间。高兴说，我们嘉义市也是我们赢家家第一个国民运动中心呐、啊。终于如期如此的完成，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记者会，是要告诉大家说，从3月24号开始，我们会有一个礼拜的试营运期，那这时候是免费的。4月1号开始，就要有收费，正式开张。那我希望说，这个国民运动中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老少咸宜，那加上外面又有这个体育场。体育馆的都在这里，我们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运动园区，啊，希望说市民都能多多的来加以应用，大家做来变健康。江宜市国民运动中心3月30号试营运结束了后，31号中心内部将进行着检讨、休馆，都是伫咧4月7日透早6点正式营运。每天营运的时间对透早6点到夜晚10点。目前规划中东侪项的收费优惠方案，针对电竞发族群和学生嘛，有提供着折扣。呼应行动支付趋势，鼓励透过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来选择课程，包括着篮球、羽毛球等等的。场馆也有推出长期租场地的优惠，欢迎市民做伙来体验优质的运动环境，共同享受着国民运动中心乐善的甜蜜果实。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北安宫获得进行省委协协对辅助弱势学生非常积极，每年的圣诞节，主委孙木材举办盛大的帮助弱势家庭活动。这次以资助以外，也有350台脚踏车要送给学童。感谢北安宫辅助弱势学生的用心和投入，也祝福北安宫休会顶心保庇嘉义市平安欢迎，以及现场家庭合作努力学习，大汉了后会当贡献国家。服务社会，回馈好的精神，保庇幸福圆满。咱嘉义啊，咱这个福德政策，实在是我上大敬的啦。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因为这个土地地公就是吼上推荐咱入去的。我选举就人拢讲你主选择吼，啊伊拢讲啊在讲讲土地公安尼就对啦吼。所以我真吼，拢吼，我有同事啊，我请伊的土地公的这个衫吼出来给大家。拜託阿家大家啦，吼，一路求平安，啊，所以真感謝，吼，会使讲足感謝。啊，你看咱今日上的这呢，足侪脚踏车，足卡拉车，足300多台呢，也是啦。这个是上符合拼健康的市场的要求。咱空气真歹，大家人拢来骑卡拉车，啊，所以我即摆淘汰2000的机车吼，今年也有哦。我去年淘汰出180%的目标是全国所有的吼，无到100%，我们180%。所以这个咱的这个环保署吼，李应元吼，咱市长特别来到咱嘉义，看讲哦，你太做真好。啊，我们希望讲大家做伙来拼健康，今日今日看到将近300几台，有够好的。这个贴近咱市民生活，咱去年前年吼，哎，够送回电的吼，啊，把送过冰箱、送过啥物，
我一只特别感谢哈，咱马云江所有的咱的赞助单位，所有咱的委员，这几年来辛劳。嘉义北安宫主委孙博才表示，北安宫获得进行保庇朱罗城这块土地将近300年，受到信众敬拜成为献祭。每一次的圣诞节，以关怀弱势家庭学童为出发，有210名学童获得1000块的红包，随喜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另外350台脚踏车有学童驾小旅行，适合有活力的小朋友上课当作工具。先来感谢咱这关怀。这个信徒，啊，这个信徒，啊，搁今仔搁来欢迎着咱的大家长，啊，涂显哲涂市长，啊，搁咱的里长，啊，小这个，啊，小里长，搁咱贵个贵个贵个里长，啊，搁咱这个国小这个校长，啊，我嘛欢迎讲邀请着咱这个校长讲爱来参加，啊，恁这学生，个也感觉讲咱校长嘛拢有在做，哦，咱百安乡来共同来拍拼。继续来照顾着这个囡仔，哦，希望这个囡仔咧日后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祝福大家咱抽到大奖，哦，感谢大家，谢谢。另外，虔诚信徒共享圣旨，捐出无敌铁金刚的模型23台、电子锅6台，一并由弱势家庭以模彩的方式抽出。北安宫主委孙博才表示，嘉义北安宫乡会典型获得进行保庇，也造福经济人群。最新新闻，蔡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